谢陈浩陈这个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团体。那事实上我们在今天我们现实比较特别，就是我们是请我们服务团体当中的同工啊来上来。那每次现实的时候，服务团体的阵仗都很大，就是一堆人。但是所以说这个变成这个唱的人多，听的人少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反过来由我们服务团体的同工啊，那今天来为大家先唱一首诗歌《因你与我同行》。那我想说，就是在生活当中忙忙碌碌碌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事实上我们每一天啊，花了很多的时间，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和事业上面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啊，往往是照顾的是最少。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说，家庭就好像是一个自动会这个走的一个车子，好像是会自走，我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照顾。尤其是很多的弟兄是有这样的想法。那很感谢神啊，神透过服务团契有让我们了解当中，就是说事实上弟兄在这个服务团契当中，在一个家庭当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，那也常常让我们从中去做一些检讨和一些反思。那五月份呢，我们有办理一个这个溪头之旅，那在这两天一夜的这个过程当中，那我们教会有将近有88个人哦来参加这样的活动，那其中也包括很多的这个夫妇也在其中啊，很感谢神哦，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旅行啊，那让我们从中获得许多。那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服务团契的同工啊。事实上不是啊，就是事实上从这个熊哥啊一直到我，事实上我们都是结婚了将近10年啊以上的夫妇嘛。那崇恩和秀清呢，他们是这个近1-2年结婚的。那事实上啊，就是这个从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，事实上我们的感触也都很多。那小道我们就透过这首诗歌来分享我们的心情。软弱中有你滋润，我就能